他们是挥洒汗水的实战者，他们用骨血走出王者的征途，撕开搏击沙场的外衣，我们来展示综合格斗赛事真容。最强者在洗礼中越发强大，涅槃加冕，成就传奇之路。王者冠军赛角斗将起，让世界舞坛期待中国力量。在人生的征途上，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。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，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，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。菲律宾版李小龙傲慢遇战中国战狼胡勇，漂亮！胡勇这下接腿迎击，漂亮后手直拳迎击，眉骨开了，傲慢的眉骨被打开了，眉骨开了。而且刚才胡勇那下中扫非常重啊，明显从表情上看。蒙古族雄鹰伊布格勒再战珠海，对阵韩国硬汉全度九。我们从现在场上两位的激烈对抗哈，我们看得出双方的这个技战技都是非常精湛的。全度九把伊布格勒顶在了龙网边缘，要抱摔，哎呀，可惜摔的是。桑博高手俄罗斯悍将斯米托夫迎战美国空手道高手香农瑞奇，93公斤级的对决，地动山摇。王者冠军赛珠海战，更多精彩稍后继续。飞膝，飞踢，被抱单腿了，抓龙网了，但是抓龙网动作太快，裁判没有及时制止。My name is Jose Umania. I'm from Philippines and I'm starting fighting MMA 23 age of.Now I'm 27. I like to fight MMA because of my future, and I want to give my family a good life. In 2013, I worked in the boxing gym, didn't have a MMA. Then I started training BJJ in kickboxing. Then that's why I have thinking I want to try a MMA fight. So I love MMA now. I like to fight to get more experience. If me win, my family, my friend, all people watch me, my fight, so proud of me. 王者冠军赛共祝中华武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这里是王者冠军赛珠海站。接下来男子61公斤级，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。曾经的战绩是1战0胜1负，
他是综合格斗领域的一颗新星，在这样一个比赛的赛场上，他还需要大量的比赛来历练自己，而且他崇拜中国的武术家李小龙，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菲律宾李小龙。让我们欢迎来自菲律宾的阿曼。红方选手年龄20，身高1米68，比赛体重61公斤，曾经的战绩是5战4胜1负，2次 TKO 获胜选手。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战狼何阳。好，现在画面上方手套缠蓝色胶带是来自菲律宾的傲慢，绰号菲律宾李小龙啊，而且他之前也打过 OMC 这样的亚洲顶级综合格斗比赛，而他对手缠红色胶带的胡勇是来自重庆，绰号战狼，而且胡勇之前也打过英雄榜的化龙诀。大家可以看到像什么大成武艺啊、英雄榜啊、英雄榜化龙诀啊，还有精武门啊，都为王者冠军赛输送了很多高质优质的选手。从现场的这个双方的高度和这个臂展来看呢，菲律宾的李小龙其实更具优势一点，他一直把这个距离控制比较好，而胡勇多次想要上前进攻，使用摆拳都扑了个空。低扫被迎击了，哦，你看傲慢的这个后手大摆拳迎击，等的就是你低扫那一下机会。转身拳，胡勇躲开了。中扫，好，那个看表情明显看得出傲慢有点不舒服，后手直拳，两个人重击都命中对方了，对，眉骨开了，傲慢的眉骨被打开了，眉骨开了，而且刚才胡勇那下中扫非常重啊，明显从表情上看得出傲慢很难受，而那个胡勇的 Coleman 就说，哎，刚才那个傲慢有个飞膝对对方的上勾拳，而那个胡勇的 Coleman 就提示他，对方已经被你踢岔气了，不要松懈，追上去继续追打。两个人啊，近身抡球互抡，胡勇的打法确实有点这种像狼性的打法，就是一扑上去就丝毫不给对方机会。哎，胡勇被 KO 了，后手直拳迎击 KO。两个人都有后手迎击的 KO 啊，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今天第一个 KO。 上一场我们迎来今晚第一场降服，这一场迎来了今晚第一场 KO。 慢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重看。现在本场比赛在第一回合1分44秒，南方的来自菲律宾的李小龙 KO 获胜，所以本场比赛裁判已经是你南方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颁奖嘉宾，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今天的明星嘉宾。让我们欢迎2008年北京奥运会70公斤级散打冠军、缠肢队创始人蔡良缠。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时，我们看到蔡良缠的身影吗？那一次，他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，为中国拿到一块沉甸甸的金牌。这个，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啊，你是奥运冠军；但是在我心中，我觉得你是中国颜值最高的奥运冠军啊！朋友们觉得蔡老师帅不帅？那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啊，我觉得你是最有资格代表格斗界说两句话的。来吧，对王者冠军赛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？对，首先很荣幸今天到这个赛场，在珠海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水平的 MMA 赛事，希望王者冠军赛越办越好，变我们的中国的 UFC， 加油！好，谢谢啊。谢谢蔡良缠，他希望那个王者冠军赛能够成为中国的 UFC，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
他是来自草原的搏克之王，综合格斗职业联赛金腰带获得者，如今在王者冠军赛的擂台上火力全开。看传统蒙古跤如何制服对手，草原雄鹰又有怎样的内心世界？下节王者冠军赛精彩继续。他们是挥洒汗水的实战者，他们用骨血走出王者的征途，撕开搏击沙场的外衣，我们来展示综合格斗赛事真容。最强者在洗礼中越发强大，涅槃加冕，成就传奇之路。王者冠军赛角斗将起，让世界舞坛期待中国力量。网上观看本节目，就在旅游网视。在人生的征途上，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。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，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，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。完善自己，超越自己，生活本来就不容易，日复一日的枯燥，肉体麻木的疼痛，克服心中的恐惧， MMA 会让我变得更坚强，教会我如何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。对我来说，它就是生活。我从草原来，我是雄鹰，天空之王，我是伊布格勒。关注王者冠军赛，共祝中华武魂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王者冠军赛珠海站，接下来有请蓝方选手登场。
为您介绍南方选手，年龄20，身高1.80米，比赛体重66公斤。他的特长就是自由搏击，曾经的战绩是7战5胜2负。在王者冠军赛首战合肥战的现场，他就获得过次胜利。让我们欢迎来自韩国的挑战者全度九。红方应战者年龄27，身高1.76米，比赛体重66公斤。他的特长就是蒙古式的摔跤，曾经的战绩是7战4胜2负。让我们欢迎蒙古族的战斗英雄雄鹰一步哥。我领域当中的唯世界级的裁判，有请赵子阳。Fighter，Fighter，come here。So we have been through the rules.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and follow my instruction at all times. Touch your gloves. Back your corner. Just,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66公斤，也就是羽量局的比赛。画面上方，身上纹身的是来自中国的蒙古族选手伊布格勒。伊布格勒，伊布格勒来自上海龙武士战队，擅长蒙古跤。这位蒙古族的选手呢，曾多次获得蒙古跤博客的冠军，也是当今拳坛唯一一位由博客转型为 MMA 的运动员。转型到 MMA 之后呢，伊布格勒意识到自己战力的不足，在牛小强教练的磨练下，也逐渐打出一些成绩，慢慢成为一名优秀的 MMA 运动员。那转型成功的他之后呢，参加过6次比赛，3次获胜，曾经参加过 RO FC、武林龙尊队和王者冠军赛等赛事。而他对手，全度炯呢，这位韩国选手去年年底的王者冠军赛他也有出席，转身拳，而且全度炯在去年底的王者冠军赛上一致性判定，胜了严博，而且今天那个严博也出战了今天的王者冠军赛，而且严博今天恰好也是胜了。好，正蹬滑倒了，上勾拳躲开了。其实蒙古族被我们称为中国的战斗民族，仿佛一出生哈就是这种格斗能手。从身材上来看，我们看身材健硕，力量强大，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。韩国呢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较强的民族，他们对于荣誉和战斗都有特殊的情怀，并且韩国的这个格斗体系在亚洲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我们从现在场上两位的激烈对抗哈，我们看得出双方的这个技战技都是非常精湛的。现在全度炯把伊布格勒顶了，在地面没能控制对方，断头台。这下子坐不死，刚才那下坐。谢谢，
谢谢大家，在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的观众，就是我最大的力量。首先我感谢我团队，感谢龙武师，感谢王者冠军赛，谢谢。掌声欢送我们的战斗英雄，希望你在未来综合格斗的擂台上越走越远。